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超维，又跟大家见面了。今天我所分享的是我一个偶像，他就是 Michael Jackson。我想应该没有人是不喜欢他的吧？他其实不只是一位偶像，更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哦。然后，因为前一阵子刚看完他的 DVD， 所以就是心里有一些感触这样子。那特地选了他一首歌，叫做《Smooth Criminal》。然后我以，因为它前面是基本上是用 finger 弹的，那我以 slap 的方式去做一些改变。那其实灵感也来自于那片 DVD 里面的那位 bass 手，叫做 Alex L， 因为之前有看过他的 live， 在美国的时候，他也是有演奏这首歌，也是用 slap 的方式。所以 anyway， 希望大家会喜欢。